有几个暝，哪知会当继续乎你我的爱。敢知一路行过来，嘛有甜蜜，嘛有感慨。啊！你甲新月伫个内面是开啥物秘密会议啊？无啦，啊，我着含新月讲，后摆咱若无法度负担遮个厝税钱个时阵，等咱外口找着厝，着随搬出去啦。啊，新月哦是有讲啦，讲欢迎咱后摆哦，有时间哦。常常回来走走看看咧，你免烦恼啦。我已经伫外口找几落间，交通不哩方便，厝细只哦，嘛比遮较俗个厝啦。啊，另工我则带你出去看啦。啊，另外我嘛有拜托阮较早个同事哦，啊替我找头路。啊，有一间哦，乐器行个头家讲。要请我做卖仔领啦，啊，我无答应啦，我是讲吼，啊，你同意我才会去做啦。就算咱的养老金无倒转来。不管燕君后摆是毋是会起来，我拢会想办法，予咱的生活继续落去。虽然你常常讲我受秘书无路用，也毋过我有责任感啊。咱是牵手一世人的阿妈某咧，我绝对袂甲你放散，我会照顾你。我，你放心。我也无讲你无路用啊，我是惊你去用欺负。啊，我根本就免烦恼啊，钱我也无会有燕君啊啦。什么呀？啊，你钱无汇出去啊？无替我家己想，上无吼。我嘛爱替你想一下，啊，你讲了对啦，咱敢有法度讲哦，帮帮囡仔一世人，该放手的嘛是爱放手啊，互因家己去想办法啦。顶多是你的腰啦，我有甲你挂号啊，咱来去针灸。
你跟凡凡最近有没有什么新进度啊？嗯，无。啊，无你搁有心情在遐看风景哦？唉，真正唔是我这些做兄弟爱甲你说说了。我提供这么多办法，你每一个都给我弃嫌，哎、欸，这全部都是把妹圣经里面精华中的精华呢。你搞我进来进去拍拍我行情哦。欸，安城，我是很感谢你啦。嗯，可是。我是很认真在追求凡凡，不是在把妹嘛。啊，真诚一点，慢慢来啦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你有对手呢。你是王大伟，不是张三丰，跟人家学打什么太极？不是啊，啊，我就觉得追求凡凡本来就要谨慎一点啊。啊，现在嫌我很随便是不是？啊？哦。你真的是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哎！啊，别！哦，谁是太监啊？哦，我嘛就掉级了啊！哎，可是对手是上级耶。还有啊，凡凡生日要到了，我连要送他什么我都不知道。哎。这么重要的钱，无你心安头过。放手啊，就是你知影啊，就疼的啦。唔放啦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只管一年后给我报警，听到无？我听到啊，放手啦。这大人是要做啥啦？哦，你下班啦？对啊，想说回来泡杯咖啡喝。这什么？哦，这是我从泰国带回来的橄榄啊。讲啊！我正要说啊！儿子，我跟你讲，阿豪告诉我，凡凡生日快到了。我知道啊。你打算怎么样？什么打算啊？哎，你没有准备好啊？没有什么好准备的啊。凡凡他已经指定要泰国的椰子糖当生日礼物啊。我已经买好了。你说什么？椰子糖啊？哦。哎呀，我看你长的那个头就是个椰子头，都是些椰子汁啊你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人要是跟你说，哎，你给我什么什么都好了，那是骗人的。你要相信你会很惨的。那句话真正的意思，叫你看着办。男人的必学魔术。嗯。我又没有要当魔术师。对啦。你搞搞你到底平常时不在跟凡凡的开钢琴里面有没关心吗？嗯。吃饱没啊、嗯、做工会忝哦。啊关心阿嬷最近好玩而已。真的关心哦。你还真会当社工啊？啥？无要讲啥？哎，来，看，今麦来示范，我是凡凡，安娜开杠，来，你，嗯，凡凡，啊，紧啊！凡凡啊，嗯，你吃午餐了吗？嗯。啊，对，最近常常下雨哦，你要记得带伞啊。啊，没用力啦，你哦，我准备吐啦，没用力啦。你个吐会出来，你个笑会出来哦。你知影你讲话这么无聊的无？无怪无聊，干嘛我想要跟你顶呢？女孩子呢？女孩子呢？哎，你好讨厌啊！你好厉害嘞，徐东伟。哪有人啊？你要听拢无听过。啊，刷去啊！哎，什么真无聊？不是看在我跟你是兄弟，就出去跟你扒落哦。来，今麦哥示范一次，你就好好教我。嗯，十块。本钱。嗯，看。
这无，这嘛无，不过，你想要用诶，那叫厉害啊！哇，崇拜你！不拜就拜托了，你卖崇拜我，卖崇拜我啦！你让凡凡去崇拜你好不好？你看，安尼做主人的都不用着手啊！哦，十块今麦在你遐，来，把我当做凡凡，示范一次给我看。示范，开始啊！你看啊，十块，本姐，我。哦，你真正无惊呢，你足厉害呢，你退啊啦，袂歹，你讲你啊，拄啊食饭呢，过家啦，哦，过要开会呢，啊，明白，我知啦，好啦，先行，好，小杨，等我一下，我有代志要甲伊讲，凡凡的生日。你都准备好了吗？现在还没有头绪。哎呀，真是没出息！我们转一个圈想，你想不想跟他亲密亲亲啊？这我不敢想啊。现在能够牵手就好了。真是没志气。好，把手伸出来。干嘛？你要打我？我要教你中国人五千年的智慧。啊？手相，来，手伸来。对啊，手就过来了吗？真的。这个地方，福缘，请接他啊，手卷起来。这里会挤出几个豆来啊？就是几个孩子。也不管他到底有几个孩子。你就说，哎呀，我跟你一样也是那几个孩子，他一定不相信了，那么他就要拿你的手过去看了，手过去，你的手不就在他手上吗？现在不是崇拜我的手，来练习一遍。这边福远。对，然后握拳。哎呀，你不要把它当猪肉！我要问你多少钱一斤吗？温柔一点嘛。温柔。要温，要温柔，慢慢的磨，谢谢，温柔。对。不是，我叫他。是啊，我还不，我在不这个舒缓你，你们继续，我不打扰你们。这啥？对哦，对，全部当约会的餐厅。我跟你讲哦，头一间这间虽然讲在山顶，不过风景好，美食家。然后我会准备拍你的，你会记得哦，你会记得最高级的底片，爱甲翕相送伊。然后伊看到相片，就想到你，想到你，伊就看到你的心肝内底。啊，还有第二间，这间棉花糖锅烧奶茶，你想看卖？奶茶顶端有棉花糖，利用水蒸气甲伊融去，滴答滴答，甲落雨咧滴在奶茶内底。你看，好看好色又有话题。啊，然后哦，你爱甲凡凡，啊，佮有一杯奶茶翕相。然后哦，凡凡喝着奶茶，就是你，想着你哦，恁都有机会哦，会当去约会哦。等。啊，佮我未讲完哦，你若是去头一间哦，你食完哦就直接去看夜景。若是讲第二间哦，天气好的话，你带去动物园。啊，那是落雨去美术馆，不过我建议哦去动物园，因为啊，你想想看，企鹅啊、熊猫这样你高级可以捕获女生的心呢。不过那是落雨，你就要去美术馆，美术馆你要做功课，因为以后就是。你讲较慢的啦，啊，拄则讲听什么？哎呦，规定就是
家来电，包含台澎金马约会必去景点、餐厅、配套行程，还有住宿饭店。重点是还适合联谊约会、蜜月旅行，还有告别单身。所以你要终结孤单，都靠这部上联联合。多了一个坏想法的你，左边就不平衡。哎呀，你为什么不穿我给你定做那些就好了吗？好爸爸，我们今天出来是买一般穿的衣服，西装太隆重了，要等正式的场合才能穿啊。哎，有什么比反叛约会更重要？哦，你是说结婚穿什么？不，结婚的时候啊，我再跟你做另一套更隆重。行啦。哎，这必要吗？很贵哎。当然有这个必要啊！你有听过一句话不？爱就爱的值得，当然值得啊。哎呦，约个会干嘛用头发？这样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就好啦。生命就干干净净就好哈，就是在这边用啦。走了，那我去百元礼法。什么百元礼法？你刚好听过，一分钱一分专业啊。我只听过一分钱一分货啦。你搞点票，来，阿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朋友被塞到这。金美，你先反方看哪部电影？我想说让他调就好了。哪能？你要先做功课呀，你要先挑一部适合约会看的那种电影，让他去投票啊。嗯，这样就可以请君入瓮。哦，你卖叮当啊？哦，你卖有鬼？哎 ，Kitty 个 fashion 啊？哦 ，fashion fashion。不是，我不是什么明星，装那么高干嘛啦？大家人都是自己人生中的明星，好不好？哎，你还散发自己的光彩，啊，你凡凡该注意到你，什么到你？哎，是，蓝山伯，啊，这是安城，我同事。哎，你好，这是我爸爸。这么孝顺哦，带爸爸出来买衣服。啊，我请他帮我挑衣服啦。哎。你们个人也很好，但你还带他去改发型呢。伯父，你眼光很好哎。不过，请爸爸帮忙，想必应该是很重要的场合哈。你们也一样啊。不过，造型这个东西啊，一定要配合他的气质。你不看人再帅啊，但是造型不对的话，看起来怪怪的。土土的，是不会啦。我觉得哈，打破框架才是胜利的第一步。嗯，胜利是要靠智慧和经验的。哈哈，那也要跟得上时代的 update 才行啊。哎，你听过经典吗？经典是历久不衰，永远不会改变的。阿贝。我们还有事情，我们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了哈。啊，好好好。狗头军师，对方既然有准备的话，我们再看手相摸摸手啊，那就顶不住了。有没有办法，我们再摸他别的地方？啊？还要摸别的地方啊？这样不太好吧？傻小子。我又不是要你吃反派的豆腐嘛，我是说我们再来点什么亲密的动作就，哎，跳舞，哎，你手还可以摸到了，我还可以摸他的腰啊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按摩，按摩算吗？按摩，哎，贴心，好啊，好，我会泰国的传统按摩。泰国按摩有特色，好啊。可是用在凡凡身上，好像有点怪怪的。怪怪的。哎，海哥，你先让我去按摩一下，我来鉴定一下。凡凡，我想跟你说，
那个，就是有什么话赶快说啊，不然我走了。等一下，你不是喜欢里奥纳多吗？下个礼拜你生日，我们一起去看他新上映的电影，好不好？不过就是看个电影而已，有这么难说吗？一起去吗？等一下，我先接个电话，阿伟打来，我怕公司有事。喂。喂，凡凡啊，你现在方便讲电话吗？可以啊，怎么了？下星期我想要约你。你那里收讯不是很好哎，你说什么？想庆祝什么？凡凡，那我先订电影票啊。等一下，我没讲完。你说什么？我跟你说，你下星期生日的时候，你可以留给我吗？我想帮你庆祝生日。我订了一间很特别的餐厅，它有棉花糖的锅烧奶茶。凡凡，生日那天啊，你别忘了里奥纳多。凡凡，我这边有棉花糖锅烧奶茶哦。凡凡，里奥纳多，凡凡，凡凡，你有听到吗？棉花糖锅烧奶茶。啊，好了，谢谢你们的好意，但是我已经决定说，我生日那天要跟阿妈还有我妈一起过了。谢啊。喂。那回头的时候，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。我一万爱你一万不遗憾。你来啊！医生讲我会用去出院啊呢。安尼真好啊！我来给你倒欠物件。文瑞啊，你给我倒收了。爸，我想来替你办出院手续。好。这段时间感谢你给我照顾呢。唔通安尼讲。咱拢是有下人啦，那加一个人伫身躯边照顾是真好。是啦，会当互人照顾是幸福个代志。健康较要紧啦。对，你顶回摕迄保温杯吼，我会记敢那收点咩？文瑞已经摕去社区生活啦。伊去找你哦？啊，敢有对你无礼貌？虽然伊对我是无啥物好感，啊，不过我唔惊啦，我嘛是要来看你。我是唔甘你受到委屈啊。即阵我想真多啦，进前咱拢无受人祝福，啊，我是想讲，我还佫增加你甲文瑞困扰，啊，不过即阵来照顾你，来看你。我感觉足欢喜的，我感觉讲咱两个吼，应该斗阵扶持落去。我嘛是安尼想啦，唉，礼拜离开了啊，我甲文瑞哦冤家啦，我就在想我这个病哦，拢是互伊气出来。不过我感觉文瑞开始真爱你。我是感觉咱两个吼，应该斗阵啦，甲伊好好啊讲。人讲你救见人心，过来，我相信伊会当接受我。听你安尼讲，袂使你甲我求婚嘞。唔是啦，我。我愿意。
其实你跟阿姨的代志，我唔是遐尼反对。正经是我袂晓想，不过既然咱是一家伙啊，有啥物代志，咱会当好好参详。我先来替你办出院手续。阿姨，那呢，阮爸就麻烦你照顾。我来问问你啊，你是不是我干女儿？嗯哼。吉米是不是我干儿子？嗯哼。那你是不是就叫吉米叫干弟弟？嗯。对，好。那么干姐姐是不是应该对干弟弟希望他很幸福呢？嗯。哎，对，所以干姐姐应该很关照他干弟弟，对不对？干爹。有什么话就直说嘛！你这样九弯十八拐这样绕啊绕，你还没有晕车呀？我晕了，我都快吐了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啊，我是想啊，我要请我冰雪聪明的干女儿帮凡凡办个生日趴。生日趴？是。下礼拜就是凡凡生日了，我是希望啊，让吉米好好的表现一下，帮他办个生日 party。知道女孩子一感动以后啊，就手到擒来了。啊？啊不不，我是说啊，凡凡就可以答应吉米的追求了嘛。可是结果，凡凡说他不要，因为他跟阿妈，跟他妈妈一起过生日了。这样。很好啊，你在哪里好啊？这样的话，吉米就没有机会表现了。哎呦，天天都是表现的机会啊！哎呦，谁会每天过生日啊？干爹，上次要追凡凡的事情，就让他自己去嘛。他哪有那个本事啊？他有什么本事？我现在也不要替他着急了嘛。一年365天，我就请你帮我一天的忙。好，好，先别说吉米，就说凡凡好了，他不是跟他母亲相认以后第一个生日吗？我们要不要跟他好好庆祝一下？要办个3天3夜，不停的流水席啊，对不对？是吗？是吗？啊，就为了这个意义，我们应该好好为他祝福一下。对不对？你说的是没有错啦，是应该好好替他祝福一下。但是，祝福可以，3天3夜的流水席不可以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来阿妈阿妈，来来来，我来给你加，阿妹再来加了去。你有放大镜滴的啦，对阮老伙仔的目睭吼，来个足方便的啦。免啦，我来啦，好，我甲你友好一下。啊，恁伫遮哦？啊，我拄则哦，去恁房间找恁呢。啊，遮就光线较好啊，家境家都看有啦。你找阿妈？不是，我要找你。找我？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讲哦。你的生日要到啊，想要替你办一个生日 party。免啦，较早就无咧办，即摆想要办。无喏，这是你甲你妈妈想日了后头一个生日呢。好哦，安尼好哦，哎，趁这个机会吼，大家斗阵真趣味哦。啊，我阿顶阵嘛有甲我讲，伊要找一个机会吼，要甲大家说多些，伊会当互恁母仔囝两个相认。啊，不过我都感觉安尼怪怪。啊，趁你的生日，和大家做伙，闹热闹热啊！对对对对，安尼好安尼好。阿妈，啊是我的生日嘞，啊不是你的，你怀疑一下。嗯，你来安尼讲啊，以前你生日的时候，跟咱两个在过尔，啊，即摆这么多人来，哎，当然我嘛欢喜啊。好啦好啦，啊就听心月话啦，哈。好啦，那心月姐就麻烦你了。
恭喜恁哦，一家团圆啦！谢谢谢谢。真叫做喜上加喜哦！来，大家庆祝下，好哒！哦，我今仔日也是足欢喜足欢喜的，真久唔甲恁这么多人斗阵食饭，啊，这么多人哦，甲阮凡凡做生日啦！是啊是啊，美君哦，也足欢喜甲大家做伙食饭啦。足好食的呢！好，凡凡，继续吃啊！哦。啊，谢谢。哦，你好贴心哦，佮知影佮凡凡斗音聊哦。哈哈哈，贴心。佮知影凡凡食。哦，凡凡，这你最爱吃的，赶快夹啊。哦，好。阿伟啊，多谢你照顾阮凡凡啦。哎，佮佮你陪伊做体力，来，啊，你今日就家己加一挂好吗？好啦。我给凡凡剥虾。哦。哎，凡凡，多吃一点啊，多吃一点哈。等到回头的时候，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。关于晚来的夜晚，无遗憾。哎，凡凡。吃一点啊，多吃一点哈。吃了哈，哈，哈哈哈哈。心月姐呢？心月姐，歹势啦，顶个月哦，我都约好要去回诊啊。安尼啦，等你回来，我搁替你庆祝好不好？安尼你甲大家拢一下哦。谢谢，谢谢。好啦，请安呢，拜拜。凡凡，最近啊，请你学会了看手相，怎么样？要不要看看你的工作运啊，恋爱运啊？好啊，可是我比较想知道我的财运好不好？我财运，我看，我看看。哎，饭吃完了，我们要来点娱乐节目，好不好啊？好啊，娱乐节目好啊。那我们就交给我们的刘谦第二阿魏魔术师变变变，花下去嘞。你小孩子的魔术，你他可不会喜欢的。来，娱乐节目哦，好哦。快，加无，加嘛无，来看哦。哎呦！哇！怎么不见了？在哪里？没有，跑去哪里？骗人藏口袋，对不对？藏口袋。没有。其实可以看到凡凡一直这样快乐着，我也觉得很幸福。哎，难道你这样做爱情圣人呢？我是说你剩下那个圣人。
怎么了？担心你啊。我很好啊，一点小伤而已，不要这样嘛，笑一个啊。我哪笑得出来啊，你知不知道你受伤我有多担心？不要担心，你看我没事啊。怎么可能没事啊，这么大一个柜子压下来，受伤的地方说不定会有后遗症。我不在意，至少我保护了你最重要的人啊。他真的是我最重要的人，谢谢。而你是我最重要的人。如果真的要谢谢我，就让我看到你笑啊，因为那是我不管到哪里流浪都忘不了的表情。恭喜你啊，恭喜啥？你中乐透了？无啊，我无中啊。哦，为什么那么高兴呢？哦，你查甫人的直觉吼，一定是甲迄个学长成功啊啦。我摇到啊哈。无啦，是正阳因后生讲，以后阮若有啥物代志哦，会使到你参详啊。郑勇是谁啊？你学长啊。哦，容易你啊呢，阿好啊，终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啊。哎，那我们应该办一个三天三夜的流水席来庆祝一下。这不是拜天公过三天三夜？哎，那是天公伯啊，好爱功课啦。伊吼就是跟我讲，我以前反对人谈恋爱吼，所以今嘛我家己拄到，才知我谈恋爱和反对的痛苦是啥物事啦。安怎，滋味有甜无？阿好，那现在你就不反对上级跟凡凡谈恋爱喽？啊，少年两个的代志吼，应该解决就好啦。只要上级对阮凡凡好，阮凡凡也介意吼，我无反对啦。哎呀，好，好，打电话，打电话。啊，你要创啥啦？没有，我要先去找大厨啊，来办三天三夜流水席啊。哎呦，你较冷静的啦。钟汉，啊！你大包小包提遐尼多，是要去倒？我帮老二把衫裤起洗，啊，顺便帮兰山妹买一寡食的。哎，啊，这已经是上级做的啊，奈换你？我想讲，会当帮迄个新月分担一寡工课啊，啊，而且上级嘛受伤啊，爱好好休困啊。啊，啊，搁再讲，以后伊若无伫的，我嘛是来帮忙处理。你是真体贴。袂啦，啊，兰山妹，你的瓜子。啊啊啊！哎，老二，这里。这榕案哈，阿丽这是新好男人的代表啦。阿亮喂，我真正算洗歹去啊啦，拢倒色的啦。我不是跟你讲，真正是要干洗的，另外一面才要水洗啦。哎呦，没事了，哎呦，天哪，牙都给你崩掉了，你怎么那么硬呢？哪里买的？在路口的第二家。哎呀。那第二家不行的啦，上级都知道在哪家买，你要问问他嘛。蓝山宝，我再去帮你买过。啊，不用不用。嘿，这小区的网路哪有哪无啊？你那今麦我连袂起来啊啦。哎，荣焕啦，你电脑上好啦。哎，你少年人应该会晓修理吼，你替我看卖啊。我这个排水我较袂无省呢。啊？怎么啦，蓝山？上级啊，哎，你帮我看看啦，我这个平板电脑又连不上网了啦。啊，我帮你看看。哎，我跟你说哦，那个舞蹈直播的节目十分钟就开始了，还看见了。我只要三分钟就好了。
恁客恁客啊，嘿嘿，有你伫个哦，加加好。等到回头的时候，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。上集无偌久特别离开啊，啊到时就剩你一个人咧无用。我惊你一个人愈啊侪代志，想要忝，想要替你分担一寡工课。多谢啦，啊无上集到三工是会较麻烦。我最近哦有在想，是毋是爱请一个人来到三工？啊，毋过社区的状况。咱无钱去做这件代志，社区财富个问题啊。今嘛是勉强维持啊，啊，不过无外久了后，搁要给银行这笔钱，到时阵都有问题啊。无的卡，雪儿讲的无唔对，我真正无适合做经营，社区袂因为我爱心都会趁钱。是因为你妈咧讲啦，今年学校嘛差一点把社区污害啊。嗯，但是你也没有办法否认，他的考量的确是有他的道理。社区爱有新的出卡搬入来，才会当解决这个问题啊。抱歉，突然来找你，会打扰到你吗？我现在正好是休息时间，进来吧。有件事想请你帮忙，是关于银花社区的财务问题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，如果社区不能够升级、扩建，同时争取长期和中期住户的话，银花社区的财务问题永远不可能改善。但那里不单只是一个老人社区啊，里面也有新月跟他爸爸满满的回忆，要扩建需要好好的仔细考量。所以你认为来找我借钱就可以救得了银花社区吗？我不是来找你借钱的，我是来问你能不能给我当初想要投资银花社区的股东名单。你要那东西干嘛？新月说银花社区需要新的住户，我也觉得需要新的资金挹入，所以我打算一一去拜访当初想要投资银花社区的股东们，询问他们是否有意愿想要再度投资社区，甚至搬进来社区。你凭什么认为我会帮你这个忙？还是你认为只要抬出新月，我什么事都会答应？我当然不认为你会帮我，但我相信你会帮新月。没错，如果今天是新月来找我，我一定愿意提供这份名单。可是你女朋友有难，你是选择来找情敌求助？我再说你到底清不清楚新月需要的是什么？会不会这又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印象中你有很多次以为是为了新月好，但是后来都为新月带来很大的困扰。你确定这一次不是又重蹈覆辙？你不帮就算了，何必冷嘲热讽呢？我没有不帮，但是我希望你能够确定新月需要的是什么，否则你怎么知道这份名单对他有帮助？算我看错你了，不帮就算了，我何必来求你呢？方法有很多种吧，我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帮新月解决问题的。拭目以待。
你。哎呀，宝贝儿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我是怕你有异血，所以我给你买了些补品来。这是补气的，活血的。记住啊，每天也要按时吃啊。好吧，爸，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不用吃了啦。哎呀，这怎么行呢？你一定要每天按时的吃。现在是没事哦，不晓得以后会不会后遗症呢？好吧，爸，谢谢你。有件事，我想要跟你说。阿妹，阿暖，阿爷，阿暖，你跟了五郎的大头英雄了。我等会走。你带着行李干什么？我要搬来家，跟大家做出兵啊。我礼物要送你哦，哥。这一次换我陪你一起去流浪。我已经收到新加坡公司要我提前报到的信。喜不喜欢？这是人结婚的用的呢。那我们就接啊。走到世界的尽头，如果忘了过程，意义是什么？还是一片空洞，辽阔梦就能把我无情的吞没？渐远渐远，你掌控，轻轻把我每一张脸孔，走过什么地方，喝过什么惆怅。一样坚定方向，选择不遗忘，一双手一张脸都不放下。等到回头的时候，也要笑着说别来无恙。